水晶瓶嘛，赵信上单，我们玩个蝎子，他玩个赵信也行吧，俩新英雄行不行？给我沾沾水晶挺好啊。跑地挺快呀，就你叫赵信呐，呵哈呵哈，吃药，呵哈呵哈，啪，这多狠呐，这蝎子，这不狠吗？这不日炎伺候他一波啊，哈哈，回家了。日炎好像不太好，为什么蝎子给我推进挺剑破坏者呀？你们说出日炎还是出那个跑得快的？哈！别着急啊！我死了，我死了，你把他给我砍死。Q 好没好？哎，就是这波兵有点多，你知道吧？我都没想上来的。给我卡波兵线吧，我们不亏啊，这波不亏。那扛这些兵，那剑圣来了帮我们赶开一波，那也没办法，没事，把他杀了就行了。他换不换我其实我是无所谓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即使换我，那剑圣把他给换了，我们照样也是赚的。如果这一波再想让我去，我肯定是去不了了。呵哈，干嘛呀？还换路啊？欺负人是吧？妈的，打玩个赵信打蝎子还换路，行，我来弄，先扣一下。你不会真的以为你能打得过我吧，乌迪尔？哎，乌迪尔，跟我赛跑，水晶先锋。操了，跑的是真快呀！你来干啥来了？我打死他，回中路去。现在我们有两个选择，第一，我们可以出日炎啊，三个选择吧，三个选择。第二，我们可以出三相。第三，我们可以出那个炼金罐。涡轮炼金罐，如果打团我们出炼金罐，如果单带我们出三项。来，
拜拜，走了，我得把兵线推过去。三项就算了吧，三项咋算了呢？如果想右，那就日炎。日炎吧，还是得右一点。还是得右一点，但是这样的话跑得慢呢。挺进破坏者跑得快，但是不厉害，不够右。现在版本答案依旧还是日炎，不行，咱就还是日炎。哈哈，哈哈。给我过来吧！兜闪现 A， 哈哈！你跟我打，走！又不又，小伙子。蝎子其实得要攻速，你知道吧？如果我不出三项，我的攻速慢的话就不厉害。有没有什么加攻速狠的装备？破败，破败蝎子怎么样？是不是一手绝活？水晶剑锋在哭泣。先来个铁板鞋吧，这。绿叉，绿叉也行，破败不加移速，绿叉可以，可以可以，绿叉可以，我们现在绿叉可以用。我什么都知道，小伙子，一看这左边就是有乌迪尔。我这可是征服者，我告诉你，让那个赵信出来跟我们打啊！来，定住，别急，溜一手。你早不说你要开大，那我打这个吧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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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呦呦呦！小小阿卡丽往哪走？定，定，蹬，蹬。这石头人辅助还是挺厉害的啊！回家了。出什么呀，兄弟呀？那歇着不出炼金罐儿。那蝎子还有什么威慑力了？你都瞪不到人，你有什么威慑力？那炼金罐不除不瞪人，除炼金罐。谁打波扣了？拜拜，不打了。我说停停。
减速 A 走死上头，小伙子这还越塔，我吃爆车，你有脾气啊？嗯，个小王八，溜了。哎，这波能杀赵信啊？爆了定，点烟 ，A， 闪现 AQ， 交闪可不行。我们不开 W 打塔啊，万一乌迪尔从我左边来，我们直接跑。写着回家了，炼金罐了。只要我们面前现在他有一个人，那么这个人就已经死了，啊，就已经死了。这个赵信不算，因为我旁边没有剑圣。先打一下子，好。乌迪尔已经死了啊，乌迪尔给口汤喝呀，兄弟呀，可惜啊，现在你们看不到了，把水晶给我照了。来个人儿啊，哎，还是出日炎好了。我发现不出日炎的话，你队友他不行，他不配合你的话，你就白搭，你知道吧。一打不了点，哎，邓，你跟我打，你打得过我兄弟？打不了，开起来，挑我，给我 A 的，再来一下，漂亮。走了，回家出一个板甲去。哟，刀锋这么猛，来个板甲，来个自言自力。哎，我感觉这蝎子这版本打野行啊，有搞头啊，兄弟们。虽然他不会特别的狠，就是不是说那种一打五了就追着人一顿打那种的，但是最起码歇着。哎呀，给你扛一下好了。哇，这剑圣这么猛，这剑圣你他娘的给我出来，
反复横跳。乌迪尔啊，我看你下波，等你下波没有那什么的时候，我看怎么办？没有闪现的时候怎么办？走位，快跑！石头人，石头人上当了，溜了，兄弟们！打不着，别！你干哈呢？你是瞎了是吧？我上当了，啊！剑圣应该是死了，我估计。哎，我可以打个红。尤其是这蝎子野区配风龙龙魂，再配上我们的这个水晶，哎呦，我这移动速度你瞅着没有，500多，先杀个机器人蹬啊，直接给蹬回来，没事，我们很幼，问题不大。下波瞪阿卡丽啊！哎呦，我漂亮，兄弟们，给我杀！这阿卡丽怎么的？觉得自己又有点幼了是吧？觉得自己行了，虚区高了，小伙子。怎么吃炮车呢？来勾石头人，别勾我们。先给他晕住，走。打个 F6， 你看我的移动速度没？赵信干嘛呢？这赵信，你信哥可挺虎啊！假装走了，我抢不过他，我伤害太低了。哎呦，轮到我了、不行了，溜了溜了溜了，哎呀，给我点烟了，这阿卡丽呀、哎呦我这吸血，把这个卖了，再买个跑得快的，加个大魔杠的。拉机器人咋的了？不能拉吗？你管我呢？我乐意拉，我就想蹬机器人，不行吗？反正我旁边也没有队友，我蹬谁都一样。我刚才就是
送，明白没？就是送，刚才就是送了，没好好玩儿。哎呦我操！我700的移速，我就想问谁在野区能跟我跑？我跟你们说啊，其实这蝎子现在我觉得能玩。你找个人双排，哎，你别管找谁，你找一个你的这个，找谁都行啊，找谁都行。你是找德赛呀，找菲克呀，啊，这都可以。找一个这个能 C 的英雄。